竟是第一次嘛，我肯定要给他一个时间观念嘛。今天是吴宪强上班的第一天，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两块。小家伙呢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第一件我觉得比较真诚吧，因为早上来的时候呢，我来的时候他还没到，那当时我就是想的，这有点不太靠谱吧，要不要叫他回去的？但是后来想想，那看看他表现吧。扫地，我觉得对我印象应该还行吧。